要问起最近什么话题最夯？哈哈，不用说，当然是大家天天都在讨论的世界末日啦。虽然专家学者都挂保证说没这回事，但是关于末日的种种题材仍然是火热的不得了。有不少游戏公司就趁着这一波末日热潮，纷纷推出相关的作品或是续作，大力宣传更是毫不手软。例如这款玩家们相当熟悉的末日题材作品《战栗深邃》，制作公司不仅在不久之前将游戏在自家粉丝专页上免费大放送，更在最近推出了二代续作《战栗深邃：最后光芒》的最新影片，让玩家们也能够抢先应景一下哦。改编自俄国知名小说的 FPS 作品《战栗深邃》，描述在核战过后，地面上早已不适合居住，人们只能躲在又深又黑的铁路隧道中苟且偷生。续作《最后光芒》则延续了一代的故事与背景，为了拯救家园，找出深埋在黑暗地底能够解救人类的终极武器，主角阿乔姆再度踏上旅程。玩家们不仅要在人类之间残酷的生存之争中活下来，更要提防各种突变生物的袭击。玩家们准备好再一次踏入深不见底的黑暗隧道之中，面对你的恐惧了吗？